啊，要字数相等，断句一致，词性相同，平仄相合。李姐有做过功课才来的，当然啦、啊，这主持人可不好当啊。那你会对对联吗？我要是会对对联啊，我就不会站在这里和你主持了。怎么说呢？我要是会对对联啊，我就上台表演对对联就好了。有道理，让我们欢迎由胡轩、启源所带来的对联剧，掌声欢迎。
动。哦，跟鸡犬？说我呀。好，我给您对这个：林内竹笋，嘴尖舌巧，腹中空。哎呀，不错嘛。哎呀，当然不错了，只要你能出题，我就能对句。我能出题，你就能对句。哦，好大的